Hello Hello， 我是嘟嘟。今天来自制手账胶带，外盒还可以当做一个留言夹。用普通纸来制作胶带，画出自己需要的尺寸。再随便画一些简单的图案。画好后，正面贴上透明胶。反面贴上双面胶。然后裁剪，这就是胶带的部分。卡纸上再画出一个小图案，剪下来。15厘米乘9.5厘米的卡纸制作盒子部分，画出图纸，裁剪折叠。将图案粘贴在这个位置。抠出一条缝隙。胶带可以从缝隙里穿过去，再将盒子粘起来。盒子本身就是一个小摆件，这里可以加一个夹子作为留言夹。先在这个面戳一个小孔，稍微粗一点的铁丝拧成一个小夹子，固定在小孔里。最后将贴纸装进盒子里完成。